玩了。对不起啊，大哥，我车停好，看看我的脚。啊。哎，没事了。嘿嘿，好了，小心点点。啊。你是个大学生吧？啊，我是那边师范大学的学生。啊，没事了，你走吧。对不起啊，大哥。 志强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上街了。你怎么了？情绪不太好了？嗯，我钱包丢了。啊？那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宿舍外边啊。宿舍外头？我在你门口啊。李岩。 没事啊。钱包里装了多少钱啊？我刚把这个月零花钱给取出来。丢点钱也就算了，关键还有我那身份证、饭卡、学生卡什么的都在里边呢，烦死了。哎，这些钱你先拿着。我不要。听话。我不要你的钱。拿着吧。我不要。那这样。 你先拿这200，就当你管我借的，行吗？拿着。峰哥，老皮，火啊，行啊，跑得够快的。这小子是不是属兔子啊？你别说啊，关键时刻还真 hold 得住，心理素质挺过硬。看来你小子还真是我们这行里的悠悠果。 福哥，人家那叫鸡油果。嫌你啊啊！你信不信我一巴掌呼死你啊？哎哎哎！哎，哦，啊！哎呦喂！ 这还看不出这小妞挺有爱心的，无偿献血，搞笑。啊，伙儿，到对面街上买俩好菜，晚上哥好好给你庆贺庆贺上道啊！峰哥，我蔡默你娃都生下来了，就是。好。 来看一看，来大哥，你舔一舔。丁火。 丁火，你老家来电话了，来接一下啊。妈的，一大早的瞎吵吵。老皮啊，不是，那给我打点洗脸水。 哎，花，你看啥子？你干嘛呀？福哥，老皮，我得回趟家，家里出事了。出事了？出啥子事啊？我不知道，没跟我说，就让我回趟家。你不是想溜吧？福哥，我真的不是想溜，我怕我妈又犯病了。福哥，我想问你借点钱。我妈要真犯个病，身上连个应急的钱都没有了。说实话，花，你这孝心真让我感动啊！这人活在世上，什么坏事都可以干，就是不能不孝顺。 拿着，回去好好看看咱爸，你带我下他老人家问声好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走吧！谢谢峰哥，好人一定有好报。别他娘的那么多废话，快走吧！我走了，老平。花儿早点回来，我想你。峰哥，爷们儿，纯的。 妈，你回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好得很。我一接长亮哥电话，我以为你肺病又犯了呢。没有，我好。哎，小郑呢？他在屋里。 郑，怎么见到你哥不高兴啊？哎，你看我哥，做工的时候被机器咬掉了，5个手指头全没了，秃了。 小珍啊，怕你难过，一直不让跟你说。可是现在这个伤口感染了，要是不治的话，可我就没了。你们厂子就没个说法？常理说，是自己不小心，不关他们的事情，不给赔。我去找他们打官司。哎呀，你找谁打官司啊？连合同都没有签，没法打。 放手！你放手吧！你干什么？打不赢的，没有人会帮我。你傻呀！一起干好，我干不了。你不干啊？有种你就剁了我，要不然就把你双爪子给我留下，否则你就必须得入伙。花儿，让你干到城里，就把钱给丢了。 又找不到工作，峰哥不收留你，你怎么办？跑！跑！跑！我是让你偷，让你偷，你偷，让你偷，偷，让你偷，让你偷我让你。 我让你偷，让你偷啊！小珍，哥害了你的手。哥是我自己不小心，跟你没关系。哥不是人，哥要把手赔给你。起来啊！你咋那么没出息呢？啊！爸，你还是个男人吗你？啊！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妹咋活呀？你傻呀你！ 芳芳，给你水卡。好，给我吧，谢了啊。哎，我的这些卡什么时候能办好啊？哎，我那钱包里有我的学生证，那上边刻有咱们学校和我的名字。你们说会不会有好心人给我送回来呀？别逗了你，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？这事儿啊。 根本不可能！这钱你带着，别都给我们，自己在外面也是要用钱的。哎妈，没多少钱，你就留着吧，留着给我妹买点药。我会尽快寄钱回来的，等攒够了钱，就给我妹做手术。哎，你自己在外面要小心啊！哎，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那个咬人手的机器啊？ 千万要小心，如果有的话，咱就不干了，换个活儿，不挣那钱了。知道，放宽心吧，妈。嗯。行了，回吧，带妈回吧。回吧，回吧。当心啊！慢点，哥。回吧。 回去。峰哥，老皮，我从家里带了点特产给你们尝尝。好，我啊，先吃饭啊。峰哥，我回家的时候想了想，我吃不了你们这碗饭，你们对我的照顾我真的很感谢。这是借条，还有我的身份证复印件，上面有我老家的地址。啥意思？ 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峰哥，这个家伙老是往不到这个，不然的话，把他放了。放了？入了咱们这行，还想出去啊？同学，哎，怎么了，同学？怎么了？请问你们认不认识唐小晴？谁？唐小晴？啊，唐小晴，咱们学校话剧社的。怎么了？哦，我捡到一个钱包，里面有她的学生证。哦，现在下课了，她的宿舍就在那儿，2号楼。能不能麻烦你们帮我交给她？别了，我们还有事儿，真的。但宿舍就在那儿，挺近的，您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还有事儿呢。 唐小晴，有人给送钱包来了啊！真是我的钱包！哎，你看这前面那个同学啊，行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同学，你等一下，同学，等等，请问是你把我钱包送回来的吗？不，我看见钱包扔在学校附近的街上，我就帮你捡回来了。肯定是那个小偷扔了，让你给捡着了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你是哪个系的呀？我不是学生。哦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得好好谢谢你。 哎，你们看呢，我的身份证、学生卡、饭卡都回来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为了感谢你，我请你去学校食堂吃饭。好呀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对啊，对啊，一起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我们学校食堂伙食就这样，你别介意啊。我不介意。给餐巾纸。谢谢。快吃吧。吃啊。哎。给这个。嗯，谢谢。你看，看他吃没有？好吃吗？好吃。 今天谢谢你，谢谢你请我吃饭。你别这么说，应该我谢谢你帮我把钱包送回来。嗯，不用谢。那我走了，你别送了。你怎么扭扭捏捏的呀？哎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正在找工作。这样吧。 你把你的手机号码留给我，如果有合适的工作，我可以介绍你过去。我没有手机。那固定电话呢？我也没电话。你等等啊！把你手给我。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你有空就给我打电话啊。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了，得常联系。 那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丁火，你有了电话号码就跟我联系。嗯。你们俩不是说不可能吗？啊，这不都回来了吗？我要把今天呀封为我的幸运日，怎么样？瞧你美的！我一直都觉得吧，这电视上演的呀，和书上所说的这种见义勇为和拾金不昧的精神呀，真是越来越少了。哎，事实证明，这好人还是有的吧？你说你运气怎么就这么好呀？是呀。 钱包都拿到了，还碰着个大帅哥，就是啊，有点泥土的气息。你懂什么呀？这有泥土气息啊，才好养花。以前干没干过饭店？没有。你有简历吗？没有。你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吗？ 没有。你以前做过销售吗？那就不行。赶紧把这个给人送过去。好，催了好几遍了。好，快去快去。好，抓紧点啊！好。哎，您好。您好。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？我来应聘投递员。你是从外地来的吧？对。来这儿多久了？半个多月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作为一名快递员，他的第一要素是什么？ 我知道，我看招聘广告了，要熟悉道路。那你说说，从这儿到二路桥的话，怎么走最近？出门，右拐，过两个红绿灯左拐，过两个路口再右拐就到了。那要是去三棵树呢？可以坐368到三棵树西里下，也可以坐地铁2号线转5号线。骑自行车的话，大概40分钟。好，可以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带身份证了吗？带了。下火的晚上。说去吃麻辣烫怎么样？行行，告诉你们，今儿可以吃。没问题。你干嘛呢，马依林？嗯。 我说你们每次吃完饭能不能把垃圾扔垃圾桶里啊？哎、我肚子疼，肚子疼，哎呀，肚子疼！真够自私的。然后离开。刘乐，哎，把你那扮演民工的台词再来一遍。哦，来吧。啊，谁干什么？喂！ 您干嘛呢？导演让我给你身上撒面粉呢。那也没有往嘴里撒的呀。您可真逗，脏不脏啊？真是过分！什么人呀？这都过分！我还不伺候你了。再见。哎，不是你什么人？你脑子有病吧？那这人呢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少说两句行吗？刘乐，当初哭着喊着要演民工的是你吧？现在不停出问题的也是你。 你想干嘛呀你？哎呦，行行，你别说了行吗？不就演个民工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哼，你也别吹牛，你要是再演不好，耽误大家时间呀，我们就换人。哎呀，撞死人了！哎，我说你找死啊？没过马路不看车呀你？啊？你怎么开车啊？开那么快？电视上怎么说的？ 尊重生命，从减速开始。哎呀，我的腿呀、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你捂的可是脚啊！你甭给我碰瓷儿，碰瓷儿我可打120啊！你撞了人，你还有理？报110！你现在就跟110打电话！你看警察来了，他会给谁做主？哎哎，小心车！小心小心小心！老皮老皮小心！哎哎哎，这干什么这是？小心小心！这干什么呢这是？我看出来了，你们仨是串通好的啊！ 峰哥，我刹车坏了！你个孙子啊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等着你！打回去睡了！哎，别跑！哎，别跑！喂，110吗？啊，我在新华大街，哎，出事了！对，我被劫了。宅急送。 经理，你找我？啊，来了，丁火。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里的那个人跟我说啊，你曾经做过小偷，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。你这不说话，是代表你默认了对吧？丁火，其实我倒不在意这些，可是我也没办法。电话里的那个人非要叫我把你解雇了。 否则，他就要大肆宣扬我们快递公司员工内部当中存在小偷。你仔细想一想，如果那样一来，公司以后的生意还怎么做嘛？普洱双耳嘛，混出人模样来了，啥时候还我钱？ 我钱不够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你说你不帮老子也算了，你还来坏老子的好事儿！我上次我真应该把你爪子给剁了！你现在就两条路还钱，要么马上还钱，要么跟我们走。就这么多了。这够干什么的呀？啊！这干什么？不不干什么？不打人！不打人！不打人！啊！淡定，淡定，行行行。快递公司的服装那没穿了呢，是不是？现在晓得了吧嘛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但是也很无奈哦。花儿，我们对你婆婆啊。 要跟我们一起混嘛，有好日子过的。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干这种事儿了。我妹妹的手被机器给割了，就是因为我偷东西遭的报应。放屁！这他娘的哪跟哪儿啊？碍得着边吗？你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身份证带了吗？带了。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呢？哪个样子呀？老皮啊，我的身份证是不是你偷的？你还给我！哎，不是，这个话你可不能乱说，抓贼抓赃嘛，有没有证据？有证据没得？冯哥，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身份证，没有它我就找不了工作，我就还不了你们钱。冯哥，我求你了，你把身份证还给我吧。我真的那么可怜兮兮的嘛？ 听我们的嘛，跟我们一起干，啥都好说嘛。啊，吃火锅。你们要是不还我身份证的话，我就报警。报警？就你这揍性，警察能相信你？报警！赶紧去报警！花儿，你现在是个三无人员，你去报警，到警察局，警察把你给抓起来。报警啊！ 哎，长亮哥，那个补身份证在哪补？行，那你回头你帮我补一下呗，我把钱我回去以后给你，麻烦你了。大哥，你们这招人吧？你找活干呢？对，我什么都能干。我倒是缺人手，那个你过来跟我去登记一下。 那能不能不登记啊？不登记，那出了事谁负责啊？不会出事，出事我自己负责。那行，那可没合同啊。行，那边，你去那边挖沟那边，啊，谢谢。好，大家都抓紧一点啊！你放心啊，今天中午不吃饭，我也把钱给你打过去啊！哎，老张，这新招的呀？刚来，那个刚到。 挣点钱没？没查呢，问一下行啊。那个，哎，新来的那，先别干了，过来。你把你那个身份证拿来，我看看。我身份证丢了，那可不行，没身份证你别在这干了，你到别地儿去看看，啊。你刚才不是说是？行了，去，别啰嗦了啊。 老张啊，咱们以后啊，不能因为这种事儿出现任何问题啊！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呢？上次要不是因为我，你的包早就丢了。我一看你就跟他们是一伙的，你能什么好东西啊你啊！但是我也没害你啊！你知道我找份工作有多难吗？你这个心眼怎么那么坏呢？你让开，来劲是不是？你给我来劲是不是啊？啊！ 就来劲了，怎么着吧，孙子？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别多管闲事啊！多管闲事，你是我兄弟，我能不管吗？别去管！哎呦，打人！老张，打人！啊！抓住他们，再打住点！快！花儿，醒了。花儿，你不懂，你发高烧了晓不晓得？还没怕啊？我们刚才给你找人打了针，你躺会儿。谢谢你们。患难才见真情，要不是我们两个，你怎么办？你说你上次无意中帮了那个工头，那有什么用啊？他念你好吗？花儿。 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，本来干的就是又脏又苦又累的活，那凭什么还受城里人的歧视啊？要我说呀，我们就该走捷径。你要是再固执，那你就是缺心眼。就是小花儿，来，喝点水啊。你再想想，你想想你妹妹，那个病情不能再拖了。再说呢，那个工头他也不是个好东西嘛。 我们偷他的，那就是义贼、侠盗、侠肝义胆，背堂还偷人呢，干他一大笔，就远走高飞。你愿意跟我们走呢，就走；不愿意呢，就拿钱回家给你妹妹治伤，要不要的嘛？哎，服务员，我试一下这双鞋子。您坐那试一下吧。售货员。哎，您稍等一下啊。好。丁火，真是你啊！你也来买东西啊？小青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爸。今天我来陪我爸给我妈买生日礼物来了。叔叔好。爸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，帮我把钱包送回来的丁火。你好，年轻人，难得难得。 你怎么一直都没给我打电话呀？我最近比较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上哪儿？我回三元路。你等我一下啊，我跟你一起走，我回学校。爸，那我就走了啊。哎，你就给我妈买那瓶香水吧啊。去吧去吧，路上小心啊。好嘞，拜拜。嘿，几天没见，你瘦了啊？ 你这状态不对呀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呢？没有。丁火，我们是不是朋友？是啊。是朋友你就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妹妹，她在工厂上班的时候手被机器给割了，现在感染了。 医生说，再不治的话，怕变成败血症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还说没事儿啊你？给你先拿着，都怪我平时太浪费了啊！其他的事儿我再帮你想办法。小晴，我自己能挣钱给我妹治伤，我有手有脚的。 那你找着工作了吗？不过我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。哎，丁火，前2天我有个同学说他有个亲戚在这附近开餐馆，要招个小工，你愿意去吗？愿意啊。 峰哥，老皮，我走了，欠你们的钱我会尽快还上的。同志你好，请问你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在这儿逛什么呢？我睡不着，失眠呐。啊，我跑跑就好了。行，这招说不定管用。啊，请继续。啊，注意安全。啊，知道了。 请问你们老板在吗？老板还没来呢。他什么时候能来啊？应该快了吧？他去买菜去了。那我在这儿等他。哦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去屋里等吧，屋里暖和点，外面太冷。谢谢。没事。喝点水吧。谢谢，谢谢。 老王，哎，出来把货搬一下啊！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慢点啊！哎，全哥。哎，对了，里面有个人说是来应聘小工的，让您过去看看。走，看看去。嗯，好。全哥好。你是来应聘的吧？是啊。 我是这儿老板。老板，老板你好，我叫丁火，我是芳芳介绍过来的。知道知道，哎，坐吧。以前干过没？没干过。我们这是这样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没干过的800，干过的1000，压半个月工资。你要觉得可以呢，你就留下来干。行。那行。嗯，老板。 嗯，我身份证丢了，现在在老家补办呢，我得跟您说一声。身份证丢了，那我可是有一定风险的呀。要不这样吧，你降100，我就让你留下来干。行。 有你电话。这个女孩子，她和我们一样大的年纪，却失去了一只手，而且伤口感染，如果再不及时治疗的话，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咱们只要能捐出自己一顿饭的钱，或者是一杯果汁儿、一个冰淇淋的钱，积少成多，就能给他们很大的帮助。希望大家都能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，拜托了，拜托你们了。 我们都可以证明，唐小晴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们大家帮帮她吧。这个女孩真的非常可怜，她的哥哥我们都认识，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求求大家帮帮他们吧，谢谢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同学们，谢谢同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在这蹲个地吧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大家都帮帮忙嘛，谢谢你了，谢谢同学，谢谢你们，同学们。 谢谢你们了，谢谢同学们。丁火，你来了，你过来。原来你们在帮我募捐啊！我觉得这办法挺好的，别管是多少，你先拿着，其他的事儿我再帮你想办法。小晴，我自己能挣钱给我妹治伤。这钱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妹妹的。 你收下也得收下，不收下呀也得收下。收下吧，你就拿着吧。就是啊，你就收下吧，是同学们的一点心意。收下吧。哎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咱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啊。小青，真的，谢谢你。 别老跟我那么客气。那行，那我走了。那行，那我就不送你了啊，我还得排练呢。再见。拜拜。哎，哎呀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吓死我了！哎，小乔，你搞了半天募捐，就为这男的？对呀。 你了解他吗？你忘了，他就是丁火呀！我上次跟你说的，就是他把我钱包送回来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妹失去了一只手，我帮他募捐，就是想帮帮他。哎，你让你们系那些人也帮他想想办法呗。小晴，这事儿会不会你想的太单纯了呀？现在这社会上什么人都有，你可别让人给骗了啊！这是我自愿的，又不是人家逼我的。 我单纯，我看是你心眼太多，太复杂了吧？哎，我这可为你好，怎么成了我复杂了？那行，到最后看看到底是我复杂还是你单纯。行，看看就看看。在这个参观会啊，你过得好安逸哦。我那钱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还呢？不过我现在真的没钱，我发了工资，我立刻就还给你啊。我！别跟我装可怜啊！今天必须给我个时间，你他娘的不能老拖着呀！就是嘛。 你真有钱啊！有钱你也不还。这个是大学生捐给我妹治伤的，我先还给你。我还真没看出来啊，大学生你都能够得上？你小子有点花花肠了。钱我给你了，身份证给我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忘带了。啊，没带。姐，你那破玩意儿我留着也没用。 下次一定给带上啊！下次给你啊！妈，这是大学生募捐给妹治伤的钱，你先存着。尊敬的市民朋友，您好。怎么了，强哥？什么？我胃疼，老毛病了。我要不要去给你买点药？ 家里有药，那你上车，我骑回去。哎，没疼过这么厉害呀！啊，走，你坐好了啊。哎，慢点骑。 强哥，你醒了啊？你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没什么，我这病啊，就是看着厉害，我自己知道，打这瓶水啊就没事了。哦，我刚才拿去交费了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 那个，咱们走吧。哎呀，哎呦，丁火啊，今儿啊，我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啊。没什么，强哥，那你坐着歇着，我去忙啊。哎，别，坐会儿。你今天也忙了一天了，累了啊，歇歇。来，喝口水。火啊。 哥没看错你，真的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尽管跟哥说，包在哥身上。哦，全哥，嗯，我想跟刘师傅学一样点心。学手艺啊，好事儿啊！回头啊，我就跟刘师傅说，没问题啊。真好吃，这真是你自己做的啊？这是我求饭店的面点师傅专门教我的。你要喜欢吃，以后我经常给你做。行，真够义气。上大学真好。哎，你那么聪明，你怎么没上大学呀？家里穷，我爸爸死得早，我妈身体又一直有病。 对不起啊。不过你知道吗？很多闻名世界的大企业家最初家里都很苦的，比如松下的董事长松下幸之助，他们家的兄弟姐妹都饿死好几个呢。你这么努力，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也会成功的。谢谢你鼓励我。哎，我要把这个留给李岩吃，好东西不独吞。 李岩是哦，他是我男朋友，在这儿学信息工程。小强，李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不用介绍了，我知道，他是丁火嘛。妹妹失去了一只手，让你募捐的那位。这女孩子一套一套的。李岩，我是李岩。 唐小晴的男朋友。你好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个骗子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唐小晴是我的女朋友，你给我离她远点。李岩，怎么说话呢你？我怎么说话了？这大半夜的，你们这孤男寡女的在这干什么呀？把我当什么呀？你别无理取闹！谁无理取闹了？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先回去了。丁火，哎，小晴，回宿舍，回宿舍，回宿舍啊！小晴。 刚才是我不好，我说话太冲动，别生我气了啊！咱们都约好了的嘛，俩人即使吵架了，谁都不往心里去。那你自己说，有你刚才那么说话的吗？我那不是出门的时候太着急，不小心把醋坛子踢翻了。就烦这样。 我虽然和丁火接触不多，但自从我认识他起，他就是个好人，起码对我很真诚。我知道你又会说是我太容易轻信别人，是我太单纯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我要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去他们家看看，我去看看他妹妹的手，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。要是真没有啊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信，行了吧？哎。 他们家特别近，就3个小时的路程，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啊？我不去，我跟你说，我也不想让你去。行，我知道你的态度了，再见。丁火，丁火。 丁火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看你一整天啊都没笑一下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地是擦的第5遍了？是吗？我。丁火啊，外面有人找你。来来来，把拖把给我。准备擦第6遍是吧？快走吧。哎。 小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呀。哎，明天周6，我想跟你去一趟你老家。去我老家干嘛？我想去拍一点你妹妹的照片回来，告诉那些质疑你的人，他们是错的，你说的话都是真的。我这么做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呢？只是。 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水去啊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担心没有攒够带回家的钱吧？其实你能回去看看你妹妹，这比带多少钱都重要。明天上午9点，我来这儿找你啊。哎，小乔，要不？ 明天喊上你男朋友呗。天哥，那我走了。啊。 哎，丁火，你等一下啊！来，把这个拿上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全哥。你以为是我送你的？这是你自己的奖金。啊？啊！谢谢全哥。自己路上当心点啊！我知道。去吧。怎么？就你自己啊？ 李岩没来啊？哦，他有事儿，不用管他，走吧。小晴，就我们2个人不好吧？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唧唧的呀？走，快走。唐小晴，你还真跟他走啊？我还是不是你男朋友？你就不能顾虑顾虑我的感受啊？是你不愿意跟我走的。他是什么人，你了解吗？那你这么走，我能放心吗？走，跟我回去。你放手！我不放。我告诉你，我只要还是你男朋友，我就不许你去。走。李岩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俩分手了。小晴，你别说气话。我没说气话。 哎，小晴，我不许你跟他走。不是，李岩，小晴是这样子的，小晴她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多嘴！丁火，你没事吧？我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们回去吧，我也回去了。丁火，小晴，丁火，小晴，你放手！怎么？没事，没事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啊，我们俩彻底完了。 小晴，他娘的邪门啊！这女大学生居然迷恋上了农村来的穷小子，这不行！这小子是我的，让那丫头片子拐跑了可不行。不过你有啥办法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来。哎，别着急嘛，我马上来。啊，没事，行行行，等着我啊。丁火，小晴。 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你今天有空吗？有空，我2周休息1天。那行，那今天下午，你能给我当个模特吗？模特？我在学校选修了一门摄影课，我想去拍一组工地上建筑工人的照片，我觉得你很适合当这个模特，你能帮我吗？李岩知道吗？你别管他，我已经跟他分手了。 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磨叽了，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帮我？我当然愿意啊！你就站在这儿。对，好，1、2、3。把它扛在肩上。 把这个放边上，哎，把那个手拄在那儿，就像休息一样啊。放松点，再放松，放松，好。啊，这挺好的。来，1、2、3。咋样？好了。好，这样你摆一个那种就是劳动的那种姿势。 芳芳，哎，哎，那个小晴在宿舍呢吗？我给她打电话也不接呀。她一下课就走了，去拍照片了。去哪儿拍照片了？就去学校北边的工地上。哦，谢谢你们啊。拜拜。嗯，再见。行，这身衣服比刚才那身好看。你先这样站着，我来一张。哎，小晴，在这上面拍吧。你注意安全啊。嗯。1、2、3，好。哎，好。行了，没天光了，咱们别拍了吧，下来吧。走吧，咱们回去吧。哎，快点收拾收拾，咱们准备回去啊。哦。小强，谢谢你今天帮我拍照片。我得谢谢你给我当模特呢。哎，你东西掉了。哦。 你给我看一下，丁火，这钱包你从哪儿来的？这不是我的。我知道这不是你的，这是我爸的钱包，这是我给我爸买的生日礼物。你不会要告诉我，这又是你捡了要还给我的吧？ 小晴。 我那么相信你，为了你，我那么多次跟李岩吵架，你不会是这么回报我的吧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你要有事儿你就说，你告诉我呀。这个钱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但是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告诉你，你的钱包是我偷的。 这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解释，我那时候刚刚来。你什么都不用解释，李岩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傻子，我单纯，我幼稚，我相信你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，骗子！什么家伙！你们俩的心肠也太坏了！干啥子发那么大脾气？小青爸爸的钱包是不是你们偷的？是不是你们放到我衣服里面的？是。那又怎么样？欠你的钱我已经还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害我？你自己就不能动脑子好好想想啊！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救你，你还说我们害你？你他娘的有没有点良心呢？就是啊。那你说？ 要我怎么报答你？你既然这么说了，那咱就把话挑明了。冯哥，我看上你了，因为你是个人才。咱们兄弟一块干，咱们也来开个桃园三结义，风风火火的干出一番事业来，比什么不强，行吗？我再也不会干这种事情了。老皮，冯哥，你们也收手吧，不然会遭报应的。冯哥，他脑壳进。 豆腐炸了！既然你对我们不仁，那你可别怪我对你不义了。信不信我去派出所检举你们？信不信？爸，我不信！你去啊！ 小晴，知道当初是我不对，可我是真的为了你好啊，你别生我气了，行吗？ 你坐下。李岩，你会骗我吗？傻丫头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你说的对。 丁火就是个骗子，他有好多事儿都瞒着我，确实是我太单纯了。其实什么？没事儿。听着城市人潮涨落的声音，发这么长时间的呆，军哥，来，喝杯热水。别担心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哎呀，这想当初啊，我刚进城那会儿，我就走错过路啊。 后来是有人拉了我一把，我又重新走上了正道。你看看，才有了现在这个啊，咱们这个店。啊、你要相信，只要是走正道，只要努力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军哥。 小强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就你爸钱包那事儿。其实丁火他是被人陷害的。啊？那天你跟丁火在工地上吵架，我全看见了。但是觉得这事儿挺蹊跷的，就偷偷的跟丁火去了个地方，正好偷听到他和一些人谈话，是有两个小偷想逼丁火入伙，他不同意，所以他们就陷害他。 这么说，这事儿是我错怪他了。不是，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我也是昨天晚上才想明白的。确实，以前是我太小心眼了。丁火他也挺不容易的，我没帮过他，还不停的伤害他，是我错了。小强，你好，我不能再欺骗你了。不管是从朋友的角度，还是……李岩说的对，我是一个骗子。关于那个钱包，我骗了你。不过我妹妹的手伤的确是真的，这一点我没有骗你。可能是老天的报应吧。当初我本来没有勇气还你钱包。 可不还的话，那钱包却像针一样，一下一下扎在我的心里，让我吃不下，睡不着。你是个善良聪明的女孩，我知道你是发自内心的要帮助我，所以我不能再骗你了，否则我就不是人了。小晴，对不起，不管你还当不当我是朋友，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朋友。 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清清白白做人，我发誓。丁火，我爸钱包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你是被冤枉的。你怎么？你就别问了，反正我知道了。信我也看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你还是我的好朋友。哪儿那么多事儿啊？哦，对了，我们在排演一个话剧，我有一个请求，你可一定要答应我。哎，丁火，我让你吃完饭就去熟悉剧本，你在这儿收拾什么垃圾呀？别动！哎，你上来把垃圾收拾了。小青，我真演不了，我嘴笨。 我说你能演，你就能演。我们那个学生演员实在演不好民工，我才让你来的。你别紧张，你就当成啊，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。就比如说，你到建筑工地上去给人扛水泥啊；再比如，你一身白灰的到商店去被人家给赶出来，你把它当成啊是发生在你身上的就行了啊。你看一下，我拿笔画出来的就是你的词儿啊。埋林。哎。 大家都准备一下啊，一会儿咱们就来一遍。啊！你听到马依林说完，幸好我们还有良知，你就拉着这个三轮车，冲着下边的观众说你的台词儿啊！那咱们准备一下就开始吧。幸好我们还有良知。丁火，我跟城里人一样，我也有两双手。 那是两只手，你们都别笑了。也有两只手，一个脑袋。我不信我比他们笨，比他们懒。只要我拼命干，认真活，这个世界也没有我。导演，我琢磨呀，这么着，他正面了没意思。你看啊，咱们给观众来点刺激的。 震撼点的，那你想怎么着？比如说，他，啊，在农村里面游手好闲，啊，又没文化，跟文盲似的，来了咱们大城市，又干不了活，没个三五天的就变成一小偷、骗子。你别说了，我怎么了我？你知道我们在城市里面过得有多辛苦吗？我们为了吃饭睡觉。 每天就得累得四脚朝天的，碰到个黑心的工头，有的兄弟伤了残了都一分钱工资拿不到，走在街上面还得看你们的白眼，因为我们是外地人，是从农村来的，电视里面不是天天都在讲要平等要和谐，可你们什么时候尊重过我们？你们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们的感受？好，说得太好了，你们都听见了吗？ 这就是农民工的心声，丁火，你接着说。我不想说了。丁火，丁火，丁火！你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你等等，丁火，你等等。他不是有意的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没事。 我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耽误你的事了，真不好意思。你别这么说，该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。要不，你还是帮我把它排完吧。这是，哎，这干什么？这是，别走，别跑，哎，别跑，抓小偷！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文学系的同学为我们带来话剧《我和你》。我来自一个小村庄，但我和城里人一样，都有2只手。 和一个肩膀上的脑袋，我相信我不比他们笨，也不比他们懒。只要我认真干，能吃苦，这个城市也有属于我的一份。这个世界不是为你们准备的。硕士、博士、海归、CEO、COO、CMO， 已经充满了这个世界。我们不需要你们，离开。 离开！不要污染我们的环境，不要降低我们的品味，不要挤爆我们的地铁。是谁盖的高楼？是谁做的衣服？是谁清扫的垃圾？可是你们拿钱了呀！拿钱不应该吗？我们农民工兄弟，舍家弃业来到城里面，认认真真工作，勤勤恳恳干活，建设城市，养家糊口。 在这里，我们遇到了很多好心人，但是也有一些人，他们歧视我们、轻看我们，甚至容不下我们。试问，他们凭什么？我想再说几句，大家都见过在火车站排队几天几夜买春节火车票的农民工兄弟吧？其实，在外面辛辛苦苦工作一整年，为的就是回家团聚的那几天，看看孩子，陪陪老人，给家里留下足够的生活费，然后再回到城里面，该送快递送快递。 该盖高楼盖高楼，其实，在外面工作挺辛苦的，拿着最少的工资，干着最累的活。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，我们也不需要你们关注我们，我们只是想得到一点肯定，一点。 属于我们的尊严。慢用啊！嗯，好。服务员，哎，来了。点菜。嗯，好。二位吃点啥？这什么呀？这是啊！哎，服务员过来，冲冲！服务员，快点！来了来了来！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。这能背吗？ 不用讲了，我现在就给您换一份过来。换一份？你对客人就这种态度啊？找到了，同志！哎呦！啊！我这开始疼了，哎呀！真疼！哪疼啊？哪疼哪疼哥？这么着想，小姑娘啊，我也不难为你，你现在马上告诉你们老板，1赔10啊！要不然我把他告到消协，告到卫生局，快去快去！ 稍等，我现在就去请示我们老板。什么饭馆啊！愁死我了都，愁死我了！哎呦，吃出虫子来了！诚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哎，我就是诚心跟你过不去，我就是冲你来的，咋的了？那工头我们替你出气了，那钱我们都拿回来了。你要是跟着哥我走。 我就分1/3份给你，你要是不跟我们走，看见没？啊？没完！冯哥，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再回去了。这样，咱出去找个地儿，把事情说清楚。我觉得这挺好，这挺好，是不是？就是。行，你们也别在这闹了。今天晚上我就辞职，跟他们都不想干。老二，那咱们可是说死了，明天中午农贸市场那天见。不见不散，会儿哦。 火儿，他们是谁啊？两个混蛋！火，其实白天的事情也没那么严重，能不能不走啊？我知道你的好意，但这些人一旦惹上了，就阴魂不散的，我不想连累你。 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一旦把他们彻底摆脱了，我还回来找你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留你了，把这个你工资拿着。谢谢全哥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丁火在吗？丁火，他辞职了呀？啊？连我们老板都没留住他。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他，啊，对了，昨天有两个流氓来找他，好像是认识他似的，然后好像是今天约在农贸市场的车站见面。农贸市场车站？嗯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哎，喂，李岩。 你听我说，丁火现在往农贸市场车站去了，他遇上麻烦了，你快去帮帮他啊！你别着急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冯哥，你说那个家伙来不来哦？他要是敢耍咱们，我天天去他饭馆捣乱。哎，这啊，喂，110吗？哎，对，我们这儿是农贸市场，我们这儿有小偷。过来，你偷啊！让我偷东西！过来，你偷！警察同志，快！住手！怎么回事？他偷我钱包。他偷的。笑死我了，我是小偷，钱包在你兜兜里拿出来的，妹妹，你说是不是？对。不是的，警察同志，松开，把手松开。 刚才谁报的警？我报的警。警察同志，刚才我都看见了，他才是小偷呢。凭啥子说我是小偷？我这儿有证据，您看。这个。抓小偷！哎，站住！哎，别跑！快跑！别跑！快跑！哎，就是这两个人，就是他们俩偷了我的工程款。哎呦，我现在有家都不能回呀！我那些工人天天堵我们家去。你不要以为你消极抵抗，我们就没办法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同伙已经交代了。 东西还不少呢，哎，就这个包，就这个，这个吗？哎，哎呀，这回真的要谢谢警察同志了，谢谢，我们应该的。但是能抓住小偷，全靠这俩小伙子。你要谢就谢他们吧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，李岩，特别感谢你，要不然的话，今天我肯定被他们冤枉了。丁火啊，说实在的。 要感谢我，还得感谢你呢。以前确实是我太小心眼了，对不起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要是碰上这些人和事儿啊，我还未必敢管呢。你可真成。你也很优秀啊，祝福你跟小晴。丁火，丁火，哎呦，二位留步。丁火，这我真的要感谢你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丁火，你的事儿啊，警察同志跟我说了，这回你帮我追回这个工程款，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。 不用谢，不用谢，甭跟我客气。现在我就去落实去啊！咱们回头见，回头见啊！接过。哎，小强啊，丁火啊，他跟我在一块儿呢。放心吧，都处理完了。去餐馆是吗？好。小强让咱们去餐馆，走，走。轻地站在原地，听着城市人潮降落的声音。你很累，感觉很无助，像个孩子需要一个家。当走在迷途的时候。 是他真心伸出了双手，轻轻对你一句问候，在你的心中开出美丽花朵。别怀疑这城。